逃，只能逃跑。要往哪儿跑不知道，但绝不能停下脚步。大楼倒了，那就往空旷的地方跑。地面破碎了，那就往还完整的地方跑。天空被撕裂了，那就往还能看见天空的地方跑。总之必须逃跑，只能逃跑，绝对不能回头，绝对不能停下脚步。回头看也只会看到绝望，停下来更是只会直面死亡。所以绝对不能回头，绝对不能停下脚步。呼叫指挥所，这里是 Bravo 零一，我们正在沿着中央大道向撤离点移动，请求增援。重复一遍，请求增援。可恶，这群混蛋！还是没有人回答吗？别管那群胆小鬼了，没人来救援的话，我们继续向前跑就是了。前两条街就到第二车库了，我有那里的权限，我们去搞一台装甲车，然后就能一起离开。终于他倒下了，他摔倒在雪地里挣扎着，呼吸周围冰冷的空气。他其实早就应该倒下了，那副虚弱的身体并不能支撑他做任何剧烈的运动，更不必说是像这样的逃亡。可他还是坚持了下来，咬紧牙关，忍着剧痛，用尽所有力气坚持逃到了这里。但也就只能到这里了。你还好吗？还能站起来吗？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马上就能。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这副样子，带着我们都逃不掉的。别说傻话了，来，我背着你跑，再坚持一小会儿就行。好冻。他向他伸出了手，但却被狠狠地咬了一口。你干什么？别管我，快走，带着我们谁都逃不掉。我不要。你个笨蛋，你到底知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没你那么聪明，我就知道我是你姐姐，姐姐就应该保护妹妹。只要我还活着，我就一定会想办法带你逃出这里，就算你咬我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笨蛋。已经追上来了吗？我这就来帮你。别过来！他一边抵挡着怪物的攻击，一边将一张卡片丢到了他的面前。拿着我的身份卡，还能跑起来的话就跑，跑不动了的话就用走的，去车库那边用它搞一辆装甲车，然后开车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你怎么办？不用管我，你快走，趁我还能拦住他们，快走。我不行，那些怪物我来帮你一起。别磨磨蹭蹭的了，快走啊！可
是你现在这副样子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快走，解决掉他们以后我就会去找你的。别发呆了，快走啊。他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也没有说出口。他死死地抓着那张身份卡，强撑着站了起来，踉踉跄跄地朝着远处离开了。笨蛋，他应该已经逃掉了吧，刚才好像对他说了很过分的话呀，也没机会道歉了。不过需要道歉的事情应该也不止这一件。我还真是个不合格的姐姐啊。感官逐渐模糊的同时，温度也在一点一点地离开他的身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他却忽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，慌乱的、急促的、越来越近的脚步声。是谁？他本能地想拿起自己的武器，却怎么也抬不起自己的手。而那脚步声的主人，此时却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。惊讶、愤怒、自责，他不知道那时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情，也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他从未想到，不，他早该想到，他会回来。我找到他了，医生，在这边。他想怒吼，想让他赶快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，可他的喉咙里却都是血的味道，发不出一点声音。空气中的寒意拥抱着他，慢慢地伸进他的身体，慢慢地让他闭上了双眼。在这样重复且单调的声音中，他终于勉强找回了一点点的知觉。自己的妹妹现在在哪儿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已经过去多久了？那些怪物呢？刚刚醒来的他心中满是疑问，但只有第一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答。他能感觉得到，他正握着他的手，那是和他自己那冰冷的手不同的，温暖的、颤抖的手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医生。没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？我们还有时间。应该说是想说的话太多，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以后自己或许还会有机会和他说这些话，所以医生，现在还是请你快一点治好他吧，拜托了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他能感觉得到他的手握得越来越紧了，就像是害怕失去什么一样。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我也有必要再提醒你一次。首先是你，而不是他。其次，这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，对你、对他都是如此。谢谢你，医生，但我是不会后悔的。姐姐应该保护妹妹，
但在姐姐需要的时候，妹妹也应该去保护姐姐才对。我明白了，闭上眼睛吧，我会尽快结束这一切的。嗯。他的手握得更用力了，甚至都用力的让他感觉到了疼痛，但很快这疼痛便被从他手中涌出的一股暖意取代了。这股暖意温柔地拥抱着他，就像他之前经常做的那样。而在这样的温暖之中，缓缓地，他再次闭上了双眼。